那么全年商务运行总体实现稳中有进，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从商务工作的几个主要领域来看，消费市场基本稳定，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万亿元，与2021年呢基本持平，其中新型消费发展态势较好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6.2%，占社零总额的比重进一步提升，达到27.2%。实体零售保持了增长，限额以上零售业实体店商品零售额增长1%，消费场景不断拓展，消费体验也不断提升，升级类消费需求加快释放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了93.4%。